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中国航天进行了274次的发射。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我们进行了192次的火箭发射，占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总数的43.2%。正是这些成就，推动我国全面建成了航天大国，进入了航天强国的行列。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在今年将要建成中国的空间站。目前在太空，空间站已于9月底完成了问天舱的转位，等待着梦天实验舱和它交会对接。在地面，空间站 T 字形构型的最后一个舱段梦天实验舱现在已经完成了推进剂加注和与运载火箭的对接。用于发射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正常，那么本月底就具备发射梦天舱实施交会对接的条件。那么在今年底呢，我们还将发射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那么实现6名航天员同时在空间站工作。